哎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！我呀又被评选本月的优秀员工了，并且啊，看着没，500块钱奖金，今天请大伙吃饭怎么样？刚才说好了啊，一会儿抓住我算你们能耐是吧？不是，关键是啥呢？我想好了，这500块钱呢，咱不能随便吃。 我代表你们，咱请非常辛苦的维修师傅们吃顿自助餐，怎么样？大哥，听清楚了啊！代表你们，好不好？哎，谁呀？好不好？好不好的呀？我不好。妈呀，小四儿，你咋不好了呢？你挺大个嗓门子，你影响我创作了。你等会儿，我好像听错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你创作啥呀？ 书法，你梳头发都费劲，你还书法？你加油码都费劲，你这一天天，你书法你写啥呀？你练书法？我写对联儿。妈呀，这是太着急了。是眼瞅要过年了，但是你会写对联吗？我咋不会写对联呢？对联就是上一联呼应下一联，下一联呼应上一联。你看看我的对联，上一联下一联。<笑> 我就是够不着你，要够着你，我肯定给你下来，我给你解个横。我跟你说，今年过年咱家就贴这个，行不行？放心吧。小猫玩意就放心，还有福字呢，别忘写。这一天天的，拿啥一点招没有啊？这王小倩怎么干啥呢？垂头丧气的就来了。我病了，改天打电话你好，这会儿你病啥病啊？是不是又想小米粒那相思病了？是不是？ 你这病啊，可奇怪了，啊！你参加完婚礼呀，就想结婚。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？啊，参加完婚宴想结婚，你要参加完满月宴，咋的？你还想吃奶呀？你给我上一边去，我真病了。我给你分享个好事儿，你病就好了。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。不关心，我病了，还有500块钱奖金呢。 跟我没关系，我病了，就500都请你吃饭，我病好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爷，我就知道他这个样，你知道吗？小脸啊，你一说请我吃饭呢，我就感觉我这气血一下就打通了。我跟你说，吃饭呢，这个不白吃啊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叫你来？因为你能张罗，你能咋呼。今天咱请啊，非常重要的人，知道谁吗？谁呀？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，好事啊。 好事是不是？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，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，咱也尝一尝。行，我不管别的啊，让我吃就行。小脸儿啊，你找我算对了啊！啥意思啊？你带我不白带。啥意思啊？我肯定给你吃回来。行，你别喝酒吧，别忘了帮我忙活啊！帮我忙活起来啊！快快快！哎呀！ 欢迎光临，随挑说，一个浪杯，八宽十杯。咱好走错了，这是练歌房吗？这是。哎，别，我们这一套啊，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、洋溢的欢迎方式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本店的服务员，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羊。请问这边几位呀？哎呀，我们七位。七位，好嘞，请跟我这边来。 这啥呢？唱戏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这大桌够用啊！这样的哈啊，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，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，本店28元一位，限时2个小时，随便吃，如果浪费，罚款10倍哦。哎呀，知道，我们懂，我们经常吃。<笑>好嘞，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。<笑>放心。 保证愉快。还对唱了呢，小脸儿，是自助不？对呀，那还等啥呢？拿呀！<笑><笑>
哈哧啥呀？怎么哈哧哈哧的？干哈呢？这是啊？吃啊？你自己能知道这些？维修师傅的吧？你维修师傅，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，你能知道吗？你这全给端上来了，我不挑食，你这不挑食，我看我挑错人了。人家这是从这拿着这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，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。告别并没用啊，我饿了，我垫吧垫吧。